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，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，那些曾青涩的脸。我拿起棕榈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，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。风在歌唱，唱他曾去过的地方，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。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，晚霞般美丽的笑容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快起来，别吓我。我是认真的。上一次我精心准备的，被搞得一团糟。这一次，我只能突然袭击了。微微，嫁给我。这句话我只说一次。但我会一辈子照顾你，给你幸福。我又说错话了吗？林静，我太突然了，我没准备好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好妻子。但是我愿意试。林静，我是不是应该收到一枚戒指啊？啊，我刚才太紧张了，落在房间里了。我也是刚刚下跪的时候才发现的。还有，你刚刚的表现真的很土。软软，月亮只有一息如环。细细长如绝，何况是人，那就一辈子吧。大多数女人都没有嫁给最刻骨铭心的那一个。我得到了林静，并非不爱，何须伤感？或许每个女人
年轻的时候都曾遇到过他的陈孝正，然后才会找到林静。而每一个男人都曾是陈孝正，当他终于成熟，就变成了林静。好了，妈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们以后再讨论他。拜拜。孙阿姨，没事儿，一切交给我就好了。我的问题不会解决的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相信我就行。对了，我大学时的一个同学啊，介绍我到一家合资公司做 VP， 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是发展前景特别好。你不打算再多休息一段时间吗？虽然你跟叔宝花费不大，但是如果我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哪有脸去你们家跟你爸妈说我娶你啊？去我家？我当然要明媒正娶去提亲啊。你啊，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为了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新娘做准备。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走。好。出发。走吧。叔叔阿姨，希望你们能同意。哎，结婚啊，是你们俩的事儿，只要你们俩想好了，那就行了。哎呀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，咱家薇薇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了。爸，我都27了。我知道你27岁了，可是我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在我看来啊，你呢一直还是天天跟我犟嘴那小丫头。我现在还是可以跟您犟嘴啊，而且我们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。你回来干什么？都是人家媳妇了还回来？人家媳妇不是你女儿啊？就是，叔叔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薇薇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啊，我去看看我那个炖鱼。哎，叔叔，我帮您吧。那好，那你过来吧。薇薇，他是什么反应？孙阿姨，他应该是不同意的吧，但是林静说他会解决的。一时想不通也是意料之中的事，等你们将来结了婚了，时间长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林静是个好孩子，你跟他在一起，妈妈是放心的。其实你们早就应该在一起了，都是妈妈的不好。妈，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，好吗？嗯。打算什么时候去登记？也许明天吧。
我想把它尽早的私有化。那也要选个好日子呀。嗯，听你的。嗯。嗯，对了，妈，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真的不打算和爸爸复婚吗？吃饭吧，阿江。嗯。阿江啊，嗯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回来给我跟你爸爸看看呢？妈，我们分手了。怎么就分手了呢？其实，曾韵的孩子，我倒是挺喜欢的，而且人家帮了你那么多的忙，是不是你们两个有什么误会啊？妈，吃饭吧。阿正啊，你从小呢？妈就希望你有出息。可是现在我想清楚了，其实呢，生活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妈现在老了，以后你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我只是想凭我的一己之力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，我只是想让他们在这个城市活得有尊严，我想要证明给你看，地下室的改造不仅仅是我的一个梦，它是可以真真切切实现的。慢点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薇薇，我一直梦想着能给你个家。这套房子是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给你买的，虽然不大，但是这是现阶段我能给你的承诺。我们在这套房子里生个一儿半女的，从此过上我们幸福的生活，好吗？嗯，好。
程薇，这就是你想象中的家？这就是你想要的家吗？游戏里想过很多次要嫁给你，最后都不了了之了。不如我们在现实里圆梦吧。这也可再适合不过了。这套六件套，除了样品之外，我们店里仅此一套。如果说您今天购买的话，我们还有一床羊毛薄毯赠送。怎么样，买了吧？好，就这套吧。郑薇，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闪婚。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想不到的，比如说我们以前也从未想过我们会在一起喝咖啡。对了，都还没问你，董事长他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出院了，一直在休养。听说你辞职了，他可能还不知道。后来，我还是劝我妈把股票卖给了伯纳森。
毕业了，我去找他，他礼貌地见了我，最后就不再接我电话。陈孝正在米兰的成绩很优秀，而且还拿到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就是在意大利最著名的建筑公司做设计师助理，但却是因为黄种人的缘故，始终无法得到重用。在伯纳森的两年，他不过就是日复一日的划线，一遍又一遍。收入不高，才华无法施展，甚至没有人可以在他需要的时候帮他一把。多难，你比我更知道。难道你忘了许开阳是怎么把你的名额顶替掉的吗？或许你想自力更生，可你不是一个人，你妈妈呢？阿正，我真的可以帮你，我可以帮你很快地回到星辰，不用参加三年的实习期，不用参加激烈的竞争，你很快就能身居高位。不可能。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不要告诉我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把许开阳踩在脚下。你知道黑玫瑰的花语吗？不是绅士练尾服吗？是向内心的阴暗投降。当然了，不论哪一种，我觉得都很像你。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明白，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不过是向现实低了头，向我给他的诱惑低了头罢了。后来在米兰，他向我提出分手，我就知道一定出了问题，而唯一能让他出问题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那个他唯一爱过的人。曾玉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其实我不是没有为他找过借口，但听完你刚刚跟我说的这一切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其实真正的答案早就在我心里了。他为什么会和你在一起？他有没有爱过你？对我来说都没有区别。就算有，这样的区别只属于陈孝正。
从来不属于我周围。其实真正让我斩断这一切的原因，从来就不是因为他不爱，也不是因为他的离开。那是什么？是我们始终都不在一条路上。现在，我虽然觉得很心痛，却也很安心。曾玉，我也恨过你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一笑泯恩仇。回来啦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抱抱你。是不是最近筹备婚礼的事情累了？如果累了，你要马上告诉我。因为你马上就会成为我一个人的玉面小费龙了。林静，我想去趟婺源。婺源。嗯。可我最近比较忙，要不等我忙过这阵儿，我们登记之后一起回去，正好回趟家。没关系，你去忙你的，我一个人去。在结婚之前，我想了这个心愿。嗯。嗯。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，薇薇。我一直都心想着，能和自己心爱的人来看看这棵香樟树。可不管是林静，还是你，
都在这棵树下缺席了。不要紧，这是我一个人的想唱书，我来赴的是和青春的一个约会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如果我放弃了一切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，你真的愿意放弃一切，现在就跟我走吗？我愿意。陈孝正，在我们的爱情里，我一直都是输家，你在前面义无反顾地走，我在后面不停地追。今天我终于扳回一局。不过我们走到这一步，我赢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没有曾玉，如果当初我和林静能公平竞争，你会不会给我机会？会。阿正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比你幸福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。因为我爱的时候没有保留，流泪的时候淋漓尽致，在这份感情里我没有亏欠，我的爱是圆满的。正因为你给过我跌宕起伏的爱，才让后来的我学会在平凡的幸福里甘之如饴。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，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。当我们怀揣着它时，它一文不值，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过头来看，一切才有了意义。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，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接你回家。走吧，上车吧。嗯，走吧。清晨那件事儿，最终结果出来了。冯德生和许建国被判入狱15年。周渠说是解除监视居住，无罪释放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海南航空累计开通了13条航线，新航线。在2016年，我们已经开通的是杭州到济州，我们还开通了长沙和洛杉矶。那么在2016年的4月份，北京特拉维夫就开通了。6月份呢是北京曼彻斯特和加拿大的卡尔加里。那么在2016年的年底，天津到温哥华、天津到纽约的航线也即将开航。同学们是不是特别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一起去这些地方，我们可以去飞这样的航班呢？维娟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儿呢谈了一笔大生意，高兴，然后带你去吃大餐。
接着。什么呀？菊儿姐同款手机，魅族新款。哎呀，你花那钱干嘛呀？哎哎哎呀哎呦！哎，给你。谁呀？没谁啊。不对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肯定有问题。你把电话给我，我打过去看看是谁。给我呀。别看了，是何毅。你可以不爱我，你可以心里没我，你干嘛还要联系那个人渣呀？我错了，时间不是把感情变成爱情的良药，只是互相的折磨。咱们俩离婚吧。你再说一遍。刘洪博，你把最后两个字给我再说一遍。真是混蛋！你跟着我干嘛？不是要离婚了吗？是啊，这两个人的事儿，一个人离不了啊。我告诉你，明天早上就离，谁不离谁孙子。行，谁不离谁就孙。你这要接啊？你们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打的电话他一定会接的。输了吧？拿钱，快拿钱！何毅，你个王八蛋！于洪博，你个王八蛋！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。签字儿，不是签什么字啊？入股啊，自己的公司，以后你想怎么就怎么，随心所欲。不是，你们俩让我合伙跟你们开公司也不是不行啊。你们这个名字是想开韩国料理店吗？啊？这，挺好的吗？对呀。什么脑子啊，你们俩？啊！终于开张大吉！好，哎，致青春设计公司，这名字起得非常好啊！致我们永不逝去的青春，对吧？好，好，现在介绍一下我们公司三个新加入的员工：李姐、可可还有郭晨，欢迎他们！欢迎，欢迎！哎，魏总，你现在也是老总啊，是不是得给我留一个位置？许公子，您就算了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祝致青春公司能够开张大喜，大吉大利。只是可惜不能放鞭炮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心里边已经心花怒放喽。哎，我说你俩是不是早就开始办公室恋情了？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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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个属于是抓住青春的尾巴，把该办的都办了。微微，恭喜你啊，老同学又能聚在一块儿了。嗯嗯，可惜小北他去台湾了，要不然他今天肯定能来的。薇姐，那个我刚才看新闻，好像台湾正在大地震呢。啊啊，是吗？这么厉害吗？多少级？台湾高雄发生6.7级大地震，100多人失联。小伟不会有事吧？看新闻去。怎么办？开阳。微微。微微。开阳。许开阳。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去台湾找朱小北。你怎么找他？妻儿是开阳的一部分。我不能没有这部分。凯阳，加油！放心吧，他一定没事的。嗯。
今天是我最明目张胆的一次，也是我最厚颜无耻的一次，也是最放纵的一次。冉冉，我爱你。小心翼翼潜入梦境，如履薄冰的躲避。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，许多年旧事旧回忆，失眠夜里又漏雨，点点滴滴到天明。听晚风还细，时光却匆匆老去，洒水车路过中西城市的记忆，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，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。当时青春年少，我们相遇太早，紧紧牵手拥抱，都是太多心跳。岁月汹涌波涛，冲散恋人毫无预兆，还是能被你忘掉。洒水车路过中西城市的记忆，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，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。当时青春年少，我们相遇太早，紧紧牵手拥抱，透支太多心跳。岁月汹涌波涛，冲散恋人毫无预兆，从今只能凭吊。当时青春年少，我们相爱很早，